瓦罐鱼啊，啥好吃啊？这个花椒叶子，鲜的花椒叶子和小茴香，一定得有。这种烧鱼就得香。唐老板，能去帮我外婆做一顿饭吗？她一个84岁的老太婆，自己住在6、7平方的小房子里，厨房就是茅草搭的。兄弟们，这是一个孝顺的外孙子哈，他外孙子说，这个老人呢不吃肉，只吃鱼啊，我们就是说做一个咱们祖先家乡的瓦罐鱼。兄弟们，咱们考虑到老人家这个工具呢，可能这个鱼不好炸好，但瓦罐鱼一定得炸。我们先是在家里边把它给炸好之后，我们再带过去烧。哎，它中间开开。兄弟们，咱们鱼炸好了啊，现在出发。全程19公里，大约需要27分钟。8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现在就一个，反正就是。你外甥啊，就你外甥一个。我等会给冻一下，给你搬进来哈。你平时不吃猪肉是？我不吃这个。不吃肉，吃鱼吃不吃？鱼吃哈。烧一个瓦罐鱼给你吃哈。够，你老年人还不够你住吗？够，我可能又不漏鱼，又不那个，那不是不又又不漏鱼不漏风的哈。啊？哎，不喝，不客气不客气。都刚换水是不是？你没做过饭？我没做过。是吧？现在炒菜没做过饭。应该差不多吧？应该差不多。做一个俺饭，烧点鱼，烧鱼里边也不给猪油，给猪油都不能吃，不吃，就只能给点素油烧上哈。记得交班了你。他儿子70了。交班了。你这84。俺都是给这些那个年龄大老年人自己一人过的。给做饭，陪他吃个饭，聊聊天儿，又不收老年人一分钱，俺们都是做这些免费的。兄弟们，老奶奶这个来这个烧这个瓦罐鱼，猪油都不吃，咱们只能用素油烧了哈。大葱、生姜、大蒜，平时吃不吃？这都吃，这都吃哈。香菜也都吃哈。香菜。这都吃。这慢点，跟家晒点大叔都给弄湿了。好不容易晒干了。这老奶奶平时一点分心都不沾，就是鱼还是说半天她才愿意吃的。这嘛，秋葵，秋葵嘛，很大的。我看过没？秋葵，放点油，给一个八角，稍微的放点盐，糖给的点哈，胡椒粉呢？也跟那管，也能管哈。稍微给点甜油搁里边吧，给点醋，弄两个菜一个米饭，完了，就俺家一四刀，俺家才四刀在这是，老爷子还是？这才四刀现在都是，你这从四刀岁，你这给几个小孩拉扯大也不容易，
自己去买了，没有了。给你盛着碗里好奶啊！哦，土锅饭得盛你吃，还得。小孩不成吃土锅饭是？小成没点。再够。啊，够小成没点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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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吃这个。哎。这大葱粉都多大了？是，大葱粉十二三岁，十二三岁了。嗯，这正好劈脸上去了。给哪给城里过的？来采集，我自己姓张。啊，你姓张？嗯。啊，我以为你姓郭嘞。老头姓郭，我姓张。俺、嗯、家还得养辈。养辈。娘娘得养辈。有吃有喝就管了，这有吃有喝的，对，有住的地方不漏雨，对，这暖嘛，嗯，俺凉凉睡，凉凉快快的，还得。这咱来这一趟，你也没吃到饭，还麻烦你了。来，谢谢你。那走了，奶奶哈，好，再见哈。再见。嗯，走了，奶奶哈，嗯，再见哈。